先生不得不在下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去咬荆州，就要先想好了，要得回来怎么办，要不回来又怎么办？说得对。冷静下来一想，还是要不回来的可能性大。荆州这块肉，他们不但已经到嘴，都吞到肚子里了，怎肯轻易吐之？主公啊，请恕在下直言，就眼下的形势来看，刘备连得四军，军力大涨，兵锋正劲，这一消一涨之间，双方的力量大致持平。我料想诸葛亮算定我们不会与他开战，因此他定会赖着荆州不还。孔明奸诈，刘备虚伪。主公啊，在这个乱世当中，没有奸诈与虚伪，只有强弱与高下。正所谓成者英雄，败者贼呀。这个道理我也明白，只是一时气急而已。子敬，我意已定，荆州非要不可，要不回来也得要。说白了，就是明知要不回来，却偏偏还要去要。一者，去要了，证明我们一直坚持荆州是我们的，而刘备只是做客于荆州。二者，若不去要，他们更会小觑于我们，视荆州为自己的囊中之物。三者，我们要则他们不给，则使他们理亏。待时机成熟时，我们再用兵取荆州，那是取自己之物。义正，兵正，理正。好，主公说的正是啊。我这就以为刘琦吊丧为名，
前往荆州。主公，子敬。蒋钦，你不是应该在巴陵统军吗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末将前来领取军械粮饷，今日寄回巴陵，临行前特来拜见主公。前方军情如何？啊，主公，很奇怪，末将来此途中与我军哨探相遇，他们禀报说，刘备把所有兵马全部收回在荆州一带，好像在提防大敌来犯之意。诸葛亮果然在备战。公瑾病情如何？啊，大都督他时好时坏。你出来的时候，公瑾身在何处？啊，大都督又抱病视察前线去了。啊，看来是公瑾让你来补充军械的吧？是。嗯，你辛苦了，急回巴陵去吧。末将告退。子敬，公瑾得知刘琦已死，立刻补充军械，准备动兵。他是意在荆州，你立刻就走，先去巴陵看望周瑜的病情，务必要阻拦他和刘备交兵，然后再渡江吊丧，索要荆州。遵命。大都督，你的伤病又犯了吧？哼，不但没犯，而且一日好过一日。大都督，已经半个月了，你一直握着这部残卷不放，反复的读，不知道这是何人所著啊？对你有这么重要吗？此书乃一位高人所著，读来令我茅塞大开。现在我已经能看破其心、其智、其奸诈。谁？诸葛亮，他是我的天敌。如欲战胜敌人，必先以敌为师，洞悉他的所有心思，否则就会被敌所灭。荆州之役后，我痛定思痛，反复琢磨诸葛亮的用兵之道。现在，我已完全能看出此人长短，我已完全能料出诸葛亮所有心思。我必胜诸葛亮。大都督英明。大都督，鲁肃先生坐船抵岸了。我又得跟他大吵一架了。大都督，你可以称病不见啊。岂敢，不但得见，还得出营。听着，你们谁敢对鲁肃不敬，我绝不轻饶。遵命。遵命。公瑾呐。子敬此行是向刘备讨还荆州吧？是啊，刘琦升天了，我们和刘备早就有约在先。刘琦在，他可以据守荆州；刘琦不在，他就应该还我们荆州啊。那不过是诸葛亮的一句托辞。子敬，你觉得狗嘴里要得回肉包子吗？不愧是公瑾啊，一眼就看出要害。不过。主公的决断是要不回，我们也要要。好，有气魄。公瑾啊，
你怎么突然到这巴陵阵前来了？使君，不闻军鼓，浑身都不自在。哦，果真如此吗？你可是刚刚让蒋钦领了20000人的粮饷军械呀。主公担忧我向荆州用兵，对吗？公瑾啊，此次荆州不管要得回，要不回，我们都不能和刘备交战。 为何？公瑾啊，你知道，刘备刚刚取下长沙四郡，军威大振，而我们在合肥损兵折将，上将太史慈也阵亡了。这一消一长之间，孙刘两家几乎是势均力敌，再加上诸葛亮。 早就把大部分精锐部队收缩在荆州，这说明他对我们早就有了防备。你说的对。不过你知道此时此刻诸葛亮是怎么想的？都督明示，诸葛亮早就看破了你的心思，他算定我们不敢跟他开战。诸葛亮认为。 只要曹操在，东吴就不会让孙刘联盟解体，主公和你不会为了一个荆州跟刘备翻脸，所以你前去荆州必定通跑一趟。诸葛亮也一定会赖着荆州不还。不错，这的确是诸葛亮的心思，被你一语道破，在下佩服。但是，公瑾啊。 请你赐我一句实话，你真的要聚兵攻打荆州吗？想，太想了，昼思夜想。我早就令吕蒙、甘宁、蒋钦在此厉兵秣马，3个多月。 将士们斗志高昂，恨不得即刻一雪荆州之耻。不瞒你说，我已经下令，向巴陵两翼进军，步军30000，水军50000，分道行进，3天之后，就可抵荆州城下。你无权这么做。别忘了，我是大都督。 可战和大计不是由你来决定的，这必须听主公的决断。别忘了，我这个大都督屡屡事权傲上，有时候偏偏就不听主。公瑾，你，子敬啊。 我不会跟刘备开战的，因为战机未到。公瑾啊，既然不战，你为何还要向荆州用兵啊？既然要不到荆州，你为何还要去要啊？ 公瑾啊，莫非你是在用疑兵之计啊？正是。诸葛亮以为我们不敢跟他翻脸，我偏要大举兵马，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样子。对待诸葛亮这样的人，三寸肉舌有何用？ 他这个善变之徒恰恰最不相信的就是三寸肉舌，必须兵戈相见。子敬，你可以告诉他，如果不还荆州，我周瑜将不惜一战。子敬，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啊。我高举战刀在后，你才好义正言辞地向他们索要荆州。
原来如此。在下多谢相助了。哎，此外，将士们练兵多日，也应该出计一下了。乔山镇，看看荆州方面如何应付。这荆州一役，早晚会的。我这条进军路线，早晚用得着。不错。子敬，你此行即使要回荆州，也要让他们明白，今日这笔账是他们欠下的。拖得越久，还得越多。好，公瑾啊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就不进军营了。那你要干嘛？公瑾啊，你看，明月当头，好风无限，我这就渡过江去，明天就可以进入荆州城了。刚到就走，这样太辛苦了，还是歇一夜吧。告辞了。子敬，物质升天，你星夜赶来奔丧，足见仁义，多谢了。皇叔休息，因为接下来我倒想看看皇叔的仁义之心了。啊，有件事情容在下向皇叔请教。请讲。前者皇叔有言，公子不在，即还荆州。现在公子已经去世了，皇叔可以兑现诺言了。何时可以交割呀？这件事情能否暂缓两日，容以后再议。以后？这以后又是何时啊？子敬啊，你好不通情理，大丧之日怎提这旧事？正是，大丧之日人无虚言。再说，当着公子刘琦的灵位提此旧事，亦发显得真切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荆州是谁的？是你主吴侯的，还是曹操的？他都不是，他是朝廷的。当年高皇帝斩蛇取义，费了多少艰辛才开创了大汉？不幸，奸雄并起，各据一方，荆州才落入曹操手中。但无论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占着，他都该姓刘，因为天子姓刘。我主乃孝敬皇帝玄孙，中山靖王之后，荆皇上之叔，我主占着荆襄，成的是大汉祖业。如主乃钱塘小吏之子，
已经占据江东，尚自贪心不足，而欲并吞汉土，不给我主立锥之地，这是何道理？孔明不必诡辩，我只当皇叔是仁义之君，所以今天才请他兑现诺言。再说，当初我和皇叔相约时，足下也是在场的呀。难道今日皇叔要做不信不义之人吗？子敬，你也是世之高人。当年我主三让徐州之事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我主一向是仁义之君，过去、今日、将来都是。他一向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。我主自占荆州后，忍着东吴一帮人的诟骂，他心里好受吗？他不好受，但不好受也得受着。为何？因为他心里有比信义和生命更重要的事情。敢问何事？忠心汉室。也许你会笑皇叔，都什么世道了，还大言不休地谈汉室荣衰。可是，皇叔乃帝室之胄，就算天下人都忘了大汉，他也不能忘。如今，天子被曹操挟制，在刀剑下苦苦苟延，皇叔的心每天都在为此受着煎熬。皇叔休恼，在下素知皇叔乃忠义之君。子敬啊，我是汉臣，你也是汉臣，你我祖上几代人都识着汉，就算不是汉臣也是汉民。但周瑜忘本了，不明白事理，足下一直是个明理之人。试想，皇叔若没有一块立足之地，又怎能忠心汉室？怎能救天子于水火？更何况，怎么抵抗曹贼？说得好。据我所知，曹操最无信义。如果足下心忧天下，那就更应该以信义为本。再说，如果皇叔想扶汉，只凭一己之力，恐怕不行吧。试问，如果没有我主吴侯之力，你们能有今日之胜吗？此话不错。子敬是忠厚之人，我与吴侯能够联手抗曹，有一半是靠足下的远见卓识。皇叔高看在下了。说实话，这两年来，我一直千方百计地维持孙刘两家联合的局面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也曾劝解过我家主公，对你们做了些让步。但是凡事总应该有个度吧。恕我放肆，如果皇叔食言自肥，非占着荆州不还，那么即便我主吴侯能忍，恐怕有的人却是不能忍的。何人？东吴掌兵大都督周瑜周公瑾。周瑜想动兵吗？伤势未愈，脾气还这么糟。足下知道周郎的脾气就好。不错，荆州之役，他气得吐了血。但是，一旦有个机会，让他可以雪恨，或者说雪耻吧，我想，即便是我家主公也会拦他不住的。前天，他竟然命令三万步军、五万水军东进。对此，你们的少计
应该早就有所探报了吧？所幸的是，我家主公当机立断，夺了公瑾的兵权，又令步军和水军原地驻扎待命。六皇叔，人心不可欺啊！如果逼急了，江东的将士们是不惜玉石俱焚的。好，子敬这番话很是诚恳。依足下的意思，眼下荆州这件事该如何办？这句话好像应该由我来问呢。那么依皇叔的意思，眼下荆州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？子敬啊，这样可好？荆州是你们的，我们暂借为立足之地。今日由我主公亲笔立下文书给你，待我们夺取其他州郡时，再将荆州交付东吴。夺取何地？西川刘璋暗弱无道，我主打算吸取西川，夺西川后，便将荆州奉还。也罢，有了这封文书，我也好向我家主公交代了。只是我家主公准与不准，我却不知。请皇叔和孔明双双在文书上签字画押吧。孔明啊，多谢相送，请回吧。子敬，依你我的处境，有些话不好对自家主公说，但你我彼此相知，任何事都能直言，是吗？正是。只要曹操还在世，孙刘联盟断不可分离。你我两家一旦交兵，曹操必得天下。不错。子敬回见吴侯时，务请替我主公善言，暂借荆州为我立足之本，切不可以刀剑相逼。如果我家主公不准呢？那便是夺我立足容身之地。无立足容身之地之人，迫不得已只能与东吴交兵，以夺立足容身之处。那时节，江东八十一县都不得安宁。孔明啊，我也有一言，请你切记。请讲。你们一旦取下西川，请务必归还荆州，否则我家主公必然用兵。到那时，非但尔等主臣再无立足容身之地，而且恐怕是生无宁日，死无葬身之所呀。在下谨记，告辞了。子敬，你好糊涂啊！孔明说取西川便还荆州，怎知他何时取西川？如果他们十年不取，荆州岂非是十年不还？这等文书有何用？这文书有用啊！公瑾，你想想看，以前刘备口口声声说荆州是朝廷的，是刘琦的，现在他终于承认
荆州是我们的，是我们借予他们的，这是我能够办到最大的限度了。此行你已是不易，休息几日再回柴桑吧。哎，我们有多少日子没有喝酒了？相见不易，今日你我痛饮一场，如何？好啊。曹操虽是世贼，但有一言甚为精彩。何言？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今晚你我同榻而卧，抵足而眠，畅谈他一个通宵。好，来，来。好酒，好酒。子敬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刚刚带兵，便遭逢大败，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到了贵府上。那是我跟弟兄们三天没吃的，想向你借二斗米。那时候你是大富户啊，家中有粮两囤。你指着其中一囤说：“拿去吧。”啊，天哪，那一囤粮是3000担，能救多少条人命啊。哎，在当时有粮就有兵，我就用那囤粮招了3000兵丁。哎呀，哎呀，公瑾啊，那一日你来到我府中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日后必定是将相之才。我也自信能够安邦治国平天下。但想不到，想不到碰上个诸葛亮，此人我天敌呀。公瑾啊，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恨透了诸葛亮啊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在这天底下，我最恨的人不是曹操，而是诸葛亮。最敬的人不是曹操，也是诸葛亮。诸葛亮，不能并立于世。
世了。撤！撤！撤！吁！吁！大都督，细作探报，荆州军营张挂向番，据说刘备死了甘夫人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诺。公瑾，你怎么了？我有一计了，可让刘备束手就擒，荆州反掌可得。哦，请快快示下。刘备死了发妻，必将续娶。主公有一妹，年当及笄，我们可上呈主公，召刘备入赘东吴。只要他进了健康，我们就扣下他，逼诸葛亮用荆州来换。这恐怕不妥吧？你怕刘备不肯？我告诉你。他恨不得跟东吴成亲家呢。问题不在刘备，那在谁？太夫人。小姐和刘备相差30岁，太夫人岂能够允许啊？你多虑了。这件事根本就不必让太夫人知道，因为我们原本就没想让小妹嫁给刘备，只是想以此为由召刘备入瓮。那么，此事如何跟主公说呢？我上书主公。如果孙刘两家真能结为秦晋之好，同心抗曹的话，那当然再好不过了。可刘备他毕竟是个年近半百的人了，我又只有这么一个妹妹，母亲又视他为掌上明珠，你这叫我母亲如何舍得呀？如果如实相禀，太夫人自然是不会答应。公瑾的意思是，不必禀报太夫人。只是以此为由赚刘备入瓮，借此讨要荆州。子敬，你意如何？或可一试。不会激起刀兵吗？刘备一旦入瓮，便为人质。有刘备在，关张诸葛亮投鼠忌器，岂敢动刀兵啊？主公，巴陵的吴军已经退了。探报数了他们的火灶，总共4000多个。以此推算，周瑜已经拥兵80000了。80000。那么再加上江东各处的兵马，吴侯友军应当不少于12万。主公，东吴有使前来，正在府外等候觐见主公。拜茶候客。遵命。我看此人还是为了荆州之事而来。难道吴侯不准我们接荆州？难说。这样吧，主公，无论此人说什么，你先答应下来，不要与他发生争执，然后送此人到馆驿中休息，我自有安排。
吕先生，吴侯对借荆州一事有何指教？禀皇叔，荆州之事我主已经准了，请皇叔取西川之后务必归还荆州，再不可食言背约了。多谢吴侯。不过在下此行是为另一桩事而来。请示下。哦，听说皇叔失偶，现在有一门好亲，在下顾不避嫌，特来作媒，未知尊意若何？我四海漂泊，居无定所，与其受累而丧，大不幸也，怎忍心栽一亲，拖累别人？人若无妻，如屋无梁。皇叔当世英雄，岂可忠道而废人伦？吴主有一妹，美而贤，堪奉极胄。若两家共结秦晋之好，则曹贼不敢正视南方也。啊，这茶好烫啊！吕先生，这叫我实感意外。我已经年近半百了，鬓发已白，而吴侯之妹正当妙龄，我怎么配得上人家呢？吴主之妹身虽是女子，至胜男儿。他说过，若非天下英雄，吾不视之。今皇叔名扬四海，正所谓淑女配君子，岂以年齿上下相嫌乎啊？吕先生，请问此事可是吴侯之意？正是。吴主这样做也是为了表达和皇叔联手抗曹的决心呢。这件事情家国两立，请皇叔三思。好，好，好。多谢吴侯厚爱。这样吧，先生可否先到驿馆休息，明日即可答复先生。可好？孙乾，好生侍候先生。